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台湾中南部山家风过道路中强诶，本人认为是山坡地潮汉利用的主要原因。行政院农民会为超多屯强盐的飞核，推动的盐历史上天一多，也是在讲黑青油飞的槟榔管理方案。按旧有按多马个涉案风炮，都打算爱斧头槟榔农改种油茶树，也是在加强处理粮食刺激率不足的问题。也本但是气候有一贯量的政策咯，不过提最近咱可也系得全国顺费、顺民费，啥得唔到农民的支持，问题出在哪呢？台湾中强的青岛的系屏东屯南头，一个系平阳，一个系山坡梯，有无可用的地理条件用来推动飞扬呢？有改种物嘅呢？今年的报道，我们系也量的完全无可用的槟榔山梯，谈看那农民的想法。首先，南投的墙诶，咱开始爱数哦。农民上无欢喜个用诶，山下来都会爱丰收的时节，又怕爱落太假嘞。一太南一太南张国海来抢诶，得到苏婆帮咪投接，慢奈最坚强诶上，也当当喺南头开始出槟榔诶时间。建好墙诶，达南亲手量钱两粒，生下来再个半太细粒，等级制作的皮粉卖出去，一到苏婆帮咪当中，有一几件七十两色诶。按到年来，槟榔价市近来近唔好，近一百粒涨穿四千元，近几台南两千粒咪涨八千元，一年亲手近一万粒涨穿唔到四百元。现在吃的人比较少了，然后一样的槟榔的话，收的价钱大概二十年前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而已，差很多啊。台湾的槟榔在民国八十六年那个时候，栽培面积是有五万六千多公顷。那事实上是逐年在减少，那一直到民国九十年，已经降为五万四千多公顷。槟榔本来是热带作物，台湾像种豆天天，到六十年代经济开始发展，槟榔的需求量增加，种的面积咪停停增加诶。照农粮署的统计，台湾种槟榔青岛的时间，系从民国八十六年到民国九十年间下，系有五万公顷边呢。去年像存到四万五千七百九十一公顷，一十年来桃园一年收为七百二十三公顷。实施农委会是从民国九七年传统替代槟榔肥盐专作，我对数据看看不出当家减少的效果。现在今年微发布的减槟预算，经过行政院会的通过，重新来传统槟榔管理方案，提高三排的肥盐专作目标，葡萄来种油茶。国际癌症研究总署已经把槟榔列为人类的第一级的这个致癌物。那另外呢，其实种植槟榔也不利于这个山坡地的水土保持，所以我们也就拟了一个槟榔管理方案。那这个方案呢，我们第一期是预定从今年开始到106年，那四年预定来办理槟榔的废园转作，总共是4800公顷。也一部的管理连登发生油案的事件，农粮署想法不但计划提高管理使用油的刺激率，鼓励槟榔肥盐转作油茶树，一公顷补出5万元，分三年来发，也每公一年补出5万元，没想到全国判了七成算免费，效果不一好。从九月利用这段期间，在全国的七个大产区办了七场的说明会，那主要是跟农民这些种槟榔的农民来宣导，在宣导的过程当中，产地有很多的意见，包括认为说，种油茶从种植到采收，需要六七年的时间。现在有推那个槟榔园肥盐政策哈，其实它这个政策是很好，可以帮我们槟榔园的面积去减低，那它也就是说很鼓励民众去做这件事情。不过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说，因为它的转作作物啊，民众的种植意愿不高，
那变成说我们公部门基层公所在推动的时候，变成我们的效益一直就是推不出来。养茶吼，哎呦，绿叶当作在摘，一型两叶哦，安尼等于拉，个有成熟度拉。阿门呢，冇事咯，茶我被摘都冇事嘞。唔是向个省派本但蛮耐种槟榔，一贵片的茶叶有两公顷安发。他今年之前买种槟榔诶，对墙的家私进来进落家，加对严重风茶气势，悄悄咪将槟榔树一条一条倒脱，也抢种风茶天天。就是以前的槟榔吼，一条就是以前的人冒本个卖槟榔的条价，看几好穿呢。一下是亲眼望哦，一条毛50元呢，你毛人爱哟。一下都老个槟榔，竹枪枪的，慢慢的本去三月四月，万一条就唔会打，全部茶都打脱嘞。所以看起来吼、哦，种茶挺好啦。所以也青岛个槟榔园，以前个茶园有种槟榔的，哦，也入来倒脱，哦，甚至以前的台茶八号，也讲也个散茶种的，哦，伊来拿来。变回来重新来做过中国也个台茶失败吼，哦，也都会讲五次红茶，因为也九年以后除了地方也产业振兴以后啊吼，也喺后来有也个年夜谈也提起个风景区吼，带动也个个游客来入来啦吼。年夜谈红茶山区复兴的故事，美强的没落的故事，对九年过后茶农悄悄的复工。到去年，五次奉茶种的面积超过500公顷，近来见到后生的茶农落成来做一个上手还算一号的产业。其实我们鱼池乡的地区，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开始种植红茶了。那时候我记得最种植最多的时候，我们鱼池乡曾经种植到1200公顷的红茶。那但是在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外国的地价的倾销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力成本上升，所以我们的红茶产业有没落过。那时候我还记得以前红茶的产业，我们没落到我们可能只剩下在100公顷左右。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槟榔是看不到的，30年前在我们这个社区看不到一颗槟榔树，除非你在那个稻田的旁边可以看得到，几颗，然后就是在六十年左右。十大建设开始，没有工人的时候，就农民就为了这个填饱肚子，刚好红茶那个槟榔是刚好最兴盛的那一段时间，农民才把它改成槟榔。当时墙的家私较好，做了奉茶树倒脱，也奉茶生意又好光景。茶园墙存到几条槟榔树，天天气氛每上台也一两年内，那个做青倒脱，恢复涨的茶山。那奉茶个潜转来好个啦，就先慢慢的种啊，种五分梯、一甲梯、两甲梯个哦。啊，有老槟榔上攀发讲，哎，两公婆讲，槟榔冇种诶，身体要失反应。我种凤茶，吃得又清健康又清香，来吃茶，然后槟榔园全部变到凤茶园。将一包包茶米打开，倒倒出来，蒸来泡。一般来讲，同样是一型两叶，五次奉茶是第一种。今年是第九年年夜谈奉茶评鉴比赛，由台茶21号冯渊、台茶18号冯玉、台湾散茶还有第一种40组参加比赛茶米，减减的900千，按算过一年会超过1000千。日谈红茶的评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年了，还记得第一年的时候。我们只有两个品系，就是大叶种以及台茶18号种组。那时候只有44个茶样来比赛。那到今年，我们总共已经有4个种组，表示我们在鱼池乡地区，是我们的日月潭红茶有4个以上的品种。从44个点数到今年已经有852个点数来参加我们的比赛。
掉下来的槟榔也是当肥料吗？这个都是肥料啊，这个它慢慢都会烂掉啊，那烂掉的话它会回归大地嘛，然后它也是一个那个腐殖层的一个过程。槟榔肺炎症状不但只风茶树头粉痒，还有咖啡麦黑。南投县强的中青度乡镇的桂乡乡，林彦谦后生时节，本单买槟榔的胎盘，托舅父医生贵片的，渐渐的施工前的三排，种两的槟榔，每对旧年过后，各种咖啡树，也变作国内种咖啡青度的农民。桂乡乡的咖啡树，单单都在种头槟榔树底下。国姓这边就栽种的这个咖啡产业有目前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。因为我们这边发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，就是说我们把咖啡树种在槟榔树下。对，因为咖啡它的习性，它本身就是不太喜欢全日照或者甚至太强烈的一些阳光，那刚好就利用这样一个快要废弃或甚至快要转型的一个槟榔产业。在各种企业它有对金钱方面有该影响的哈，我们在每一个档就一甲塘的这种的槟榔树叶吧，都超过500万，也后生人们亲手收的。所以讲，渐渐来了，就会事业看万合作。所以讲，渐渐在每甲塘吼，在差500万数到了下，一甲塘差不多存到800万的荷树叶田。哦，你像这个槟榔树啊，它这样有一节一节一节，这个就代表它的年龄。哦，跟我们那个树一样。好，它有一个年轮嘛，就可以代表说它的一个年龄。然后槟榔树它就是有这样的一节一节，这个就是差不多四节至五节的话，就代表是一年。槟榔树越老，木就越短。算啦，槟榔树几多木，就地基几多细耶。台湾槟榔的五大产区主要是屏东、南投、嘉义、花莲和台东。不过，现在屏东的地理条件较特别，更多的热天像全岛屏东还有强诶。据说台湾槟榔的市场其实像本屏东同高雄以北也两只天天。那屏东它栽种槟榔，它目前还有优势，因为就是整个槟榔产季，整个全台湾的一个槟榔产季结束了，只有屏东有，所以它目前它这个槟榔。在屏东的话，它是还可以生存下去。那你像我们高雄以北这些产区的话，是整个全台湾省，然后供应整个台湾的市场。对，那都是已经量已经大过，都已经供过于求了。没因为强的太多卖唔脱，就算利用槟榔树来代言，没有道德会下来。槟榔树一定要砍掉一些，因为你槟榔树太。密度太高太密集的话，它咖啡树它的光合作用就不够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当初我们在转型的时候就是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因为那个时候就造成很多咖啡树的一个徒长啊，然后就不知道原因啊，后来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是日照不足。简单来讲，土壤做枪上高唔打字，虽然其基金专业种咖啡的，林彦谦还喺吃到槟榔农当阎王。今因为槟榔是初生内生苗的主要原因，充电系统不应该抢种单一树种天天，认真监督的太易更大，单一林上的景观根本种唔系安度的水。其实啊，槟榔树它不是最主要造成土石流的一个真正主因。其实槟榔它的根系啊，你如果把它冲刷开来的话，你可以把它，我们是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，槟榔它的根系把它冲刷开来以后，可以达到十几米那么长。对，那所以你锄头挖下去，我们的土壤里面的话，它都是交错的，它是很密密麻麻交错的。田阳国上长砍阳张德山，槟榔农吃到的差不多来说嘞，上多的是实体实种，像个专做奉茶咖啡一道。他讲政策目的还要提高粮食自给率，故说鼓励大量来种油茶，按用地方做个想办法来配合政策。不过他讲目标还要飞到槟榔，其实行个加个办法，还本农民自家潜入下。我们很希望农粮署能够把一些地方农民比较希望。种的经济作物纳到整个槟榔园废园的转作的作物里面，像红茶啦或者咖啡这两项作物啊，在鱼池乡其实农民的栽种意愿是很高的。那我们政府如果希望我们的
槟榔园肺炎政策真的能够很确实的、很快速的达到成果的话，那经过这一次的说明会之后呢，我们再做修正，已经在增加了红茶还有新兴的柑橘。那除了这些品项以外，事实上如果农友认为说符合这个水土保持，而且没有产销的问题，也符合当地的风土气候条件的话，都可以向当地的县政府来建议。那县政府把我们署理核定以后，就可以把它增列进来。因为目前的槟榔，它的产值是逐年在下降，慢慢的失去它的价值。所以，其实，在我们的一个市场大市场的一个萎缩来讲的话，其实你不用政府不用禁止，其实消费者他慢慢他会把那个咀嚼槟榔的一个坏习惯，他可能也会慢慢的把它改掉。味道空间，味道三排天水土保持，农粮书上切的槟榔本其肥也。槟榔农自家每头潜出路，希望有适合的作物。就算是含有的有些品种槟榔农，每当出田的土个转作，未来是好槟榔时代转型期。